我边啊吼，这是另外一个参赛者吼，啊，咱赶紧吼，啊，请伊来自我介绍一下来。我是登记第四号柯永春。啊，你对对来？我对工山来。工山哦、啊，工山。我你拍牌过来，江湖好手了对啊。没有，这个真稳，这个稳。这个参赛者比较高嘞。279个啊，啊，你我都变啊来变前十名安尼哦。有什么秘密？无少讲加者。运气啦，运气啦。我嘛爱实力啦吼。那我再第一，爱实力啊！你讲些拢，你的主要的哪首歌是拢对唱较济啊？拢属于较高亢的，就算讲你较属于较男高音那种。啊，对对，就有肺活量的呢。啊，你这少年你安怎？超过60岁才使参加。哦，爱超过60岁，那个有限制的对吧？对，就限制啊。有限制，60岁才参加。啊，你讲唱高亢的，啊，同国语的台语较济啊。因为我比较讲国语，所以讲。所以拢唱台语的对。我台语这无简单嘞吼，啊你即个参加诶有啥物心得无？是讲你定咧参加啦吼。做做做做朋友啦，啊你加熟悉做做歌友啦，即个算吼较有帮助的啦，啊可以。啊一般咱若听这比赛，拢会紧张死。这你拢袂啦吼，你定咧参加就对。我比赛是参加过非常侪场，但是吼，因为有比赛就会紧张，拢会紧张，紧张，心理上爱提示一下就对了。要爱家己调试。啊，对今年的预期跟你的表现的安怎，该讲预期预感。差不多啦。那么当赢到前三名，只要若有损失，啊，应该是无问题。前三名无得啊。啊，若是无损失，而且伊临场感足重要。我去比赛，我一定讲就一定赢。较无像卡拉 OK 遐尼稳，伊卡拉 OK 是足稳的，伊出来伊机械，固定，啊，咱乐师咧走是人啊，是咱人伫遐咧走，本无就是个人的气质。哦，注意注意啦。啊，希望讲今天吼啊表现很正常吼，啊，我们就来预期前三名好不？谢谢哈。啊，不，等一下，来加油姐来，好啦，来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基本上要隔壁吼过来一个帅哥吼，啊，咱是不是甲观众朋友吼问候一下，你自我介绍一下。哎，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是登记第二号，叫做刘延辉，请大家多多甲支持哈。啊，迄个选票选我几号啊？最佳人员奖。对哦，这人家你无记者较可爱的主持人，看者叶姐。哎。哦，啊，你就够注意啦，来。啊，你今日准备什么歌？迄个我唱一首迄个春夏秋冬迄个经典曲，啊，自选歌是无名乱歌。我这无唱嘞，这点就歹唱嘞。当然啊，但是咱就是要表现讲咱实力，咱是用幸运嘞，咱是尽心实力拼出来嘛。啊，这条战尽量啊，尽量嘿，啊，比赛就是安尼啊，趣味。是是。啊，但是蛮努力去拼。对，发现这是容易啦吼，啊，这经验嘛袂歹。对。啊，这纪念吼。是。啊，希望你今天吼表现嘞出战，好不？好，谢谢。感谢。哎，现场的观众朋友哈，那我们现在看到隔壁这位超级大帅哥，我们看到这一身打扮哦，就知道他的来头不小哈。看这样，你请这挂这酒酒，看偌水的哦。啊，先紧嘞，观众朋友是讲，甲你熟悉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来。大家好，我五号参赛者，叫林明江，谢谢。我是住啊三民区哈，高雄市三民区，感谢。咱起来就三民区。嘿，我住高雄市三民区哈。北区，嘿，谢谢。北区第一名出来。我唔是啦，我那是，还好啦，还好。还好啦，我唔是第一名，谢谢啦，谢谢。前几名那种。前八名。前八名哦。谢。啊，我给你十个名呢，十个这是最难得的机会呢。就是尽力而为啦，百几个啊，两百，拢总280个。哦，这
个激烈，竞争是个激烈啊。竞争很激烈，没办法，没办法。我看你从来从那小小成就的感觉，跟你从那边得冠军哦。好啦，别，尽力而为，尽力。谢谢。哦，啊，冠军来颁奖。好啦，好。这这东西去得到不简单呐吼，啊，变化嘛，对不对？尽力而为啦。啊，今天唱两条嘛，唱两条哦，啊，拢准备好啊。未采读出来呢。OK。直接大场面，我到几多丢脸啊！我过来录音呢。今仔只场面非常多。你才大鬼啊！好，赶紧自我加油起来。加油！好，好，好的。那各位看到我身旁这位，打扮的那个非常漂亮的哦，全身呢金光闪闪的哦，这个超级巨星哦，我们赶快请他来跟各位认识一下。来，赶紧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姓陈，我叫何美。第一次参加是每天都在参加。我第一次参加，第一次参加，所以非常的紧张。真的哦，对。我第一次参加就会进入这个总决赛哦。是不是裁判特别喜欢看你？应当不是吧？不是，我告诉你的就对了。嗯，应当有一点点啦。那你平常都唱什么歌？我不一定呢，我喜欢唱我就唱，不然国语台语都唱。虽然是这个歌的领域比较宽广，对不对？没有特定的一个。嗯，你所谓的特定领域是，我比较喜欢唱哪一位的？哦，我小调也蛮喜欢唱的。小调，对。哇，那很好听哦。那今天有没有准备小调？没有。今天准备哪两首歌？指定曲是《双人枕头》，然后自选曲是失明的暗谜，失明的暗谜，对。啊，你双人枕头接哪个曲？阿姨指定曲的下列。还是阿丽该接唱两个啦，阿丽。没有，对。阿丽哦，这里还有。双声带应当还好吧？好了，对。啊，普通准备好了。是。啊，准备打拿第一名了。希望要有信心呐。对。希望。赛就是要夺第一嘛。对。但是我们要表现得很好哦。谢谢你。快游龙嘛，好。谢谢。好，来给自我教一下。哎耶，加油！一点可爱哦，观众朋友，过奖来，一点可爱。哎呦，好，谢谢。哎，观众朋友哦，隔壁这个小姑娘哦。这里是新娘子，好漂亮的新娘子哦！快，请师傅，我告诉你哦，一起登记第三号的参赛者。那来，赶紧哦，现在来自我介绍哦，观众朋友认识你一下。哎，我叫李高孝娟。李高孝娟哦。哎，对。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么漂亮？因为上台嘛。光这个打扮就要打扮很久。先把那个观众跟我们的评审吓一跳。哪里还可以啦？震撼一下。那你平常都喜欢唱歌？哎，对，就喜欢唱歌。跳舞很厉害。跳舞马马虎虎啦。所以说，今天自己除了唱歌以外，有没有一些舞蹈动作？有，就是手势吧，这样。其实应该有比赛，不会因为说对了，因为他们被断了。对。那你们这个参加可不可以请办？没有请，没有请，因为比赛唱歌嘛，比赛，对。所以说这个实力啊，重要啊，会不会有点点紧张？会啊，还是会紧张哦，还是会紧张哦，对，参加比赛怎么会紧张？我很少参加比赛，这个大概是我第四次吧。他怎么这么厉害，还可以在这么多人当中？千挑万选就选到你，厉害！谢谢，哪里？幸运啊！实力啊，实力不简单呐、啊。那平常有没有请老师教你，还是都自己唱？平常就是在长青学院，长青学院上课，学国台语啊，这样子，跟老师学唱歌这样子。希望你哦，更上一层楼。大了嘛。儿女都大了，都读大学毕业了。我说没事干，做什么呢？来长青学院学唱歌这样子。的表现好不好？好，继续努力，啊，唱更多的歌给我们观众朋友听。好，希望唱得好。加油！好，谢谢，好，加油。好，谢谢。好的，观众朋友，在我隔壁这位是我们的林峰林大哥哈，啊，跟观众朋友问好一下。大家好，不是林峰哦，好像林峰哦，我不是哦，对，不要就误会哈，他是今天参赛者第几号？七号，那你今天怎么打扮这么帅？还可以啦，还可以哦。平常有没有打扮这么帅？像个人一样，像个人一样。我很多女朋友，对不对？没有啦，这么帅哦。那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来自咱高雄七乡八坪的家丁区。家丁。家丁，我台的家丁。哦，来自那么远的一个地方。谢。可能是要有请只帅去。啊，有啦。啊，去唱歌。啊，拢安尼。观众朋友，你也要看帅哥，就来家丁的。是啊。啊，你今日。
家庭也唱第一名。无啦，你看，阮工山区，工山区初赛有入，哎，算工山区。工山区嘛，就激烈呢。哎，嗨，对啦，对啦。啊，你打败那些群雄就对啊。哎，唔敢唔敢。变做啊，真是靠实力欠嘛，敢有去甲啊，甲咱的评审同胞无嘛？啊，无啦。我拢靠实力就对啦。对啦，还袂使啦。平常好，你要高分那里无？哎，但欢喜代志，莫莫咧做，莫咧做。安尼哦，啊，等你。表演较好诶，好，啊有跳舞无？有哦，有哦，有过表演诶，有啦，有啦，是不是？啊，有啦，有啦。啊，你观众朋友，你诶底片咧准备点咧吼？啊，加加翕个电话吼，真好帅吼，看着就赞诶，对不对？视觉感受到第一名对吧？啊，阿伯讲，哎，最佳人员奖给他倒几票。七号，请恕我一票，谢谢。好，谢谢，谢谢，拜拜。好，那现在在我旁边这位是我们参赛者的第十号参赛者，啊，给观众朋友啊自我介绍者来。我就是庄敬伟，啊，第十号，哦，啊，大家好啦，我安啦哈。你从倒倒来个？你倒边出来啊？我是宁夏区的。代表宁夏区的，就咱这区的就对啊。哇，你这地主呢？嗯，袂使浪费哦。地主优势，你一定要赢嘞。是啊是啊是啊，袂使浪费。你昨有甲裁判小阿细做者无？无啦，袂来。咱这地盘呢？袂来搞这个。宁夏区呢？不是菜啦。是公平竞争的。啊，都那运气好，就级别咧啦。啊，不过你从阿不像陈俊做变咯。你几岁啊？你我头作弊的对不对？几年做啦？作弊对啊，都爱都爱当参加啦。勉强通过了对吧？对。所以这不是间谍，算正式的对吧？是。算在地上有去的。有去的。啊，加只在大下边也算是有去的对啦。哎呀，迄面河，迄要骗河，骗袂敢过，都有去面的。安尼哦。平时啊，平时啊，身体也足差安尼啊。平时啊，拢在运动啦，嘿啊，啊，爬山啊，做些气功啦，嘿。啊，你平时啊，伫社会做啥物事业？我是西主的吼，我今年咧当蛮当官的副公关长。哦，副公关长哦。啊，佫是西西啊，广州宫副董事长。安尼哦。啊，西西个，西个，西个庙，西个庙。西个庙，啊，阮住伫遐呢。安尼啊。真诶，我刚刚有来介绍专访。欢迎来阮遐泡茶。哦哦，安尼哦。安尼这有实力个哦，不要，唱歌是兴趣啦。我是感觉你唱歌吼，心情歹是唱歌心情好，身体也较好。哦，我是感觉讲，咱也无需要安尼，逐天烦恼啦吼。咱也心情放开，啊，唱歌轻松些，大家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过来看。对，这是应该的吼。应该。呼吁一下讲，有闲来阮来公司表来。有闲来，阮公司讲泡茶欢迎哈。泡茶，你哦，你泡茶啊，真好。哦，感觉乐观啦。谢谢，乐观系打乐观系。啊，恁即马在个遐庙做老店呢？哦，阮即马十一月初五是咱伫咧祭诞办一个咱八国联军狮王金马仗个狮王啊，即人狮比赛个。希望咱个都得好成绩啦吼！啊，替咱这边在地个拍拼个。谢谢。你袂老贵，上满第三名嘞。我爱功夫啦，尽量拼，尽量拼。对，你爱讲很紧张啊。我就爱大家替我加油啦。对，等下掌声较大声。对。好，对吼。爸爸下声嘞，好。好，感谢哈。好，谢谢。观众朋友，我隔壁这个吼是音乐大师哦，刚刚指挥家哦，那音乐一种指挥家哦，一看到就是一种刚刚一种音乐素质就管的吼，咱今年吼啊，观众朋友认识一下来。这个主持人你好，咱这个现场遐个电视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魏正神，三国魏，中正路的正，精神的神。哦，这样行哦，对，哇，好简单呢，哦，那这个名就赞啦，系啦，那个许多人喝安尼，我这个名较早伫社会大看讲正行啊，哦，拢忘讲假哦，能做好代志对不对？是啊，咱正行嘛，咱袂当做歪的嘛，对啊，所以咱嘛爱呼吁咱社会一挂人哦，卖做歪代志，对，做正，身体就健康，对，啊，快乐，精神较好啦，啊，你做歹代志，规工啊烦恼啊都。对，
他是咱正正神哦，这名太好了，所以观众朋友咱看到伊了，咱都记起来，正神哦，啊，希望哦，啊，咱给恁唱歌哦，啊，表现就好诶，哦，这阵看下咱正神哦，啊，诶，这阵是啥哩，安尼好不好？顺其自然。对啦，咱是顺其自然，但是咱参加比赛嘛是啊，志在必得啊，啊，输嘛紧啦。哦，对咯。对吼，咱啊，咱尽量全力以赴。全力以赴啊！啊，你不用讲，伫咱做较早，即摆你做啥物工作？啊，我从少年。就住伫咱高雄干务局，哦，算干务岗位就对啊啦。对，干务局啊，做到这份特别退休啊，啊，闲闲无代志，就是爱运动，啊，唱一个卡拉 OK 五乐安尼，啊，无什么兴趣安尼。安尼就是好啊，你遐拍电视啊，啥物啊？第一，我不要拍。有啉酒酒啊？无。哇，这赞呢！无啉酒。小可足侪有啦吼，应酬的时候。少年无啦，即马就无，即马无啦，无，迄种无啦。反正我这种精神哦，这是讲咱来去鼓励吼，卖存只健康，只快乐，食饭嘛就快乐个啊，无啉酒嘛就快乐个啊，对不对？不一定爱使用自我麻醉嘛吼。哦，对不对？啊，但是咱个人的兴趣啦吼。是啦是啦，啊，咱希望较侪人来听唱歌来唱歌，吼，家己也好个啦，好不好？好，啊，家己自我加油起来。好，感谢你。好，谢谢。好，那个我们有一个。红色西装的这个非常鲜艳的参赛者哈，啊，跟观众朋友认识一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林进福，这次比赛决赛的顺序是第六号，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你代表哪个区的？我是南区。南区哦，接南区的调。南区。那您属于跟对南区吗？对，到南区。到南区啊。新区。哦，对，新区，新区是南区。哦，对对。南区。我知道淡宜南的南区啊，对。嗯，对对。哇，你那这里啊，这个这里啊，得到这个代表权啊。没啊，运气好个啦，大家都很会唱。平常嘛是爱练啦吼。对对，有啦，加减。拢爱练啦，而且唱歌无练，敢那会退步呢？对对对。哦。你有听人讲，三支无溜的背景唱。对，就是一定要要多多练习。虽然不管唱好听歹听，嘛是会感觉唱。对对对。咱有当时啊，咱是家己练。对对对。只要是莫讲唱歹，还是莫讲差调，安尼对对对，莫讲差调。啊，讲唱优美歌声，人就会听呀。啊，对对，所以我们唱歌还是要努力的去唱。对对对对。哎呀，讲对对对，可以玩的。对对对对。唱歌就是要全心嘛，感情加点在那，感觉拢要全。对，投入要投入。对对。我这是解密节吼，给你个观众朋友吼，给头壳一点物件，观众朋友。怎样？一二年唱歌比较好听，啊，你好不好？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好了，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参赛者哦，我们看到他胸前别了一朵红花哦，啊，全身黑色的，这样感觉很典雅，啊，红花很鲜艳，很热情哦，啊，好像那种有点那种欧洲的那种味道哦，啊，这些贵妇型的哦，啊，给你们来表演什么名？先给观众朋友啊认识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王林华。住在高雄市，这次能来参加这个长青办的那个活动啊，我觉得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入选，在两三百个人中能够入选第十名以内哦，我觉得很光荣。光入选就已经很爽了。对对。不简单的。对。那你平常都喜欢唱歌？对呀、啊，从小这祖先多天赋。要感谢我父母给我对对。好，谢谢，这个更谢。身材不要讲了。看张我要，这今天这。可爱型的啦，到现在还是可爱。谢谢哦。演讲哦，从小啦，从小对有，因我们那个时代哦，国语都要打咧二年嘛，班上也要讲国语的，找无几个啊，所以我就代表，唔是我声好啊，我的国语算足好个安尼，啊，所以我嘛自细汉就读家专的时候嘛是拢读唱国语歌，最近才开始学台语歌呢，真闹亏呢。因为后来我发现台语歌哦，真水嘿，真有感情安尼，而且我觉得较困难啦，伊个转折足多安尼啦嘿。啊，这次嘿，无同嘿，完全不一样嘿。所以也是有努力
趣哈。对，兴趣啦。啊，这今日有甲咱教恁一下，观众朋友，这侪这技巧，咱恁大家教恁竞争对手都提出来。谢谢哈，大家快乐哈，谢谢。非常到现场好吗？谢谢。